儿子说让我教他煮饺子。煮饺子有什么好教的呀？那我看网上有那煎的呀，这样那样的好多吃法。饺子的花式吃法呗。对呀、那我会108种。不过你俩得给我吃一天饺子啊。没问题。咱家冰箱就是不缺饺子。你俩不是爱喝汤吗？那早餐就给你俩吃一个酸汤水饺，刚好用上我买的这个三全生饺子，这个包装还挺好撕的，这盒是虾仁三鲜的。这饺子不用消冻，直接水开下进去。看好了啊，下进去用漏勺划一下，别粘底。小时候我们煮都是加三次凉水，这个饺子盖盖子4分钟就行了。煮饺子的时候啊，调个酸汤料汁儿，还是这几个料，泼热油，再用生抽、醋、盐、糖调味儿，再丢点紫菜、虾米，正好饺子也煮好了。这个饺子吧，皮儿挺薄的，不要煮久了，连汤一起捞到碗里，这虾仁三鲜配这个汤就是酸爽开胃，特适合早餐。这个秋冬热乎乎的来一碗。绝了，我的天，哇，你看这馅儿也很大，有整颗虾仁在里面，蘸着这个汤吃，你俩尝尝对不对味儿？怎么样？是真挺好吃的，这里面虾仁挺大的。中午给你俩做炒饺子，我这个做法真的老绝了，一锅连主食带肉带菜都有了。炒饺子我没给你俩做过吧，就用这个玉米蔬菜猪肉馅吧，放空气炸锅，淋点油，刷均匀，200度10分钟。就成金黄的脆饺子了。然后开煮，爆香葱蒜，家里没豆芽了，放点土豆丝吧，再放香肠、蒜苗、青菜，炒好的鸡蛋，扒了匀了，放2勺豆瓣酱，1勺红烧酱油，再扒拉2下就可以下饺子了。这个是饺子的新兴吃法，真的很好很好吃。下班晚了来不及做饭，来这么一锅，一家吃真会连渣都不剩。脆脆的鲜香外皮，加上鲜美的玉米猪肉馅，香而不腻。哎，等会儿啊，我再给你们做个麻酱饺子，还有一盒经典的猪肉白菜的，这个就得蒸。蒸饺子的时候啊，调个麻酱料汁儿，还是热油焗香调料，再用生抽、蚝油、麻酱调味儿，来2勺。哦，对，再加上不辣的红油，哇，闻着就香。饺子也就10分钟就蒸好了。哇，你看晶莹剔透的啊！你看它这满满的馅料，选用的还是优质的前腿肉、胶州大白菜，还有6个小时的慢熬骨汤。因为它有强锁鲜技术，所以吃起来跟现包的一样。哇，每个饺子都裹着满满的酱汁儿，香迷糊了，我的天！就这么一拌，你们都不能想象有多好吃。炒饺子，炒饺子。还有麻酱饺子，你看这个连主食带菜什么的都有。哦，这个好吃，这个突破了我对饺子的认知，原地开店，好吃。这个麻酱我跟你说老绝了，就裹满酱汁儿，是不是特别好吃？嗯。今天晚上还是饺子啊，最后一份虾仁的。晚上来个煎饺子跟番茄汤的，行不行？别看鸡蛋煎饺子简单啊，你俩也做不好。把锅里刷层油，先别开火，码完了开火煎1分钟，然后再加水，盖盖子小火煎6-7分钟就熟了。再把蛋液浇里面，再盖盖子小火2分钟，撒个芝麻就可以出锅了，葱花点缀就可以吃了。你们先吃，再给你们来个番茄汤的，还是煮虾仁三鲜的，煮好放番茄汤汁里，再加点葱或者青菜碎，煮开就可以吃了。看着就流口水，这就是番茄汤汁的魅力。再给你们配个汤，披萨饺子呀。怎么样，好吃的说不出来话。这番茄汤估计是你的最爱了，番茄的一切你都喜欢。好吃。吃一天饺子腻吗？刚开始呢，怎么可能吃腻，不是100种吃法吗？剩下就是5种什么都做。如果一个吃货只有一天去澳门，那去关野街一站足矣。还没开门就排老长队伍的葡式蛋挞一定要尝尝，排队买的。这是我至今吃到的最好吃的蛋挞。等会儿，这个是真的特别好吃，这个真的非常好吃。看它蛋挞芯儿这么厚，而且外面特别脆。此刻我已经在琢磨回去怎么复刻了。哦，我吃那个块儿，喜冰激凌啊，王老师，来一份，来一份。我也体验一下。好好玩，这条街可以说是甜品控的天堂，每个甜品都是手工感十足，当地老街的感觉，这个关野街是必来的。要不要吃双皮奶？特别的凉爽，这个红豆是手工做的，一吃就能吃出来。给我来一口。打角有一家猫山王雪糕，就是榴莲肉很多，尝一下，哇，榴莲味真的很浓，真的很好吃，好可爱。芒果果肉饮很清爽，巷子里隐藏的这家抹茶店真的惊到我了，这里简直是甜品天堂啊，感觉。抹茶味太浓了，这个对，它下面是刨冰，送的也好好吃。这家牛杂店超有名，就排到那边去了都，快排到了，排队的牛杂，口感像沙茶汤底。整条街这个就最对我的味儿，尝尝这个，这个好吃。新的。还有几家手信店是专门卖特产的，它这个点心还真有点东西，就完全没有工业感，特像手工做的，一股老婆饼的味道。可能归根结底还是食材好，每一种都可以试吃完了之后再买。食材的味道就会比较好吃。
重复率比较高的可能就是猪肉脯了，不过每一家味道都不一样。要是想吃正餐，有一家老字号一定要来，他家的招牌是用三种螃蟹做的水蟹粥，哇，真的很鲜，王浩群喝了都说好喝，真好喝，这个蟹肉是甜的，好吃好吃。还有老板自己做的糖水，哦，甜的，哇，看看这个个头，跟手臂差不多长的黑虎虾，饭这么大，这一只虾就够三个人吃了，感觉咬好几口了，还这么大，这虾吃出一种撸串的感觉，椒盐鱿鱼，它这个姜挂的好薄啊，真的好脆，这么薄还能挂这么。